斯汉来一个漂亮的 ending。这个是 NBA 等级的一个高难度的换手加上 stay back 的跳格。进入到这样对，进入到这样的场地，我相信，所有球员都要把自己看他本领给拿出来才行啊。这感觉好像在看我们的节目篮球禁区啊。常常在 NBA 的画面上才可以看到这种晃人之后呢，把对手晃倒在地。对，这个是观众最喜欢看的戏码之一。球又来到杜三的手上，空中小拉一杆，再赚到两发的机会。所以为什么赛前我没有说？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 play。要知道，在比赛的现场，我们是有个非常大的电视墙啊，所以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这个精彩的脚踝终结者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高中生啊，我们讲除了大概身材条件啊，不如这个国外的 NBA 的这些球员。事实上，在他们的个人的技巧，包括刚才这样子的一个运球背后换手，然后再做一个急停的一个后仰跳投，基本上他的水准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就是要打快，这一次的动作呢也相当的精彩。张伟翔杀入到禁区，转身之后的。